侯侯吼，今日呢真感恩，将到天恩师德，咱老真人真人大德吼，那么道场呢道务中心呢予咱有这个机会啦吼，会用功来学习伫这个咱足重要的德智班的合班内底来甲大家结缘吼，嘛来甲大家讲一下开班这个意义吼，拄则呢咱业。月典传师吼，都甲咱讲解啊，咱应当有感受到讲，哦，咱道务中心，对咱真正用心啦吼，咱台中道场吼，头前这个负责群啊，所有店门师兄真甲咱关心，咱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德智班的合班吼，真正尼啊重要。伫遮呢，咱要来讲解，就是讲今日开班的意义，要来甲咱讲，道的宗旨啦。道的宗旨吼，咱知影道的宗旨，咱大概人咧说佛堂吼，一定有两个，就是道之宗旨，有一个就是理运大同篇，有无吼？这可见的就是咱所谓诸佛菩萨，咱的老祖师啊，师尊师表，老真人真人的对咱的会用讲是无言的一个交代啦。咱道场要来甲大家交代的，要来做的，就是这个部分吼。所以咱讲这个道的宗旨，首先呢，有法要甲大家报告道之宗旨。咱首先就是要来了解，那么道是啥物？哈、咱才有法度进入讲，为什么咱要来去了解这个宗旨？了解这个内涵？咱伫个家应当要扮啥物角色？如何来做来实践？来个落实安尼吼？所以呢，道咱讲过了吼。那么道呢，其实认真讲，道就是路啦吼。道就是路，道就是德吼，道就是理，安尼听有无吼？嘿，这个理呢，在天就是天理，在地就是地理。那么在人的心上，就是咱的性理，就是咱的本性，咱的佛性吼。那么这就是咱道在咱这个天地间伊所要来交代咱的哦，吼。搁再来呢，道是啥物？道，咱讲道就是路，就是平安的道路，康庄的大路。所以这个道，如果呢，咱背离大道，危险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道就亲像呢，这个呢，飞行机，吼，飞机啊的一个航道。那么呢，大海要出航，迄个航道哦，吼。就是咱火车的铁轨啊，有重要无？哈，所以你若给修缮一下，有一点偏差，差之毫厘就谬之千里啦。对咱呢都是危险。在这个书内底，书都无完满，哈，在咱人的性命嘛是，无法度究竟圆满咯，哈。所以讲，这就是修身，咱一定要先来了解，这个道是啥物，哈。所以呢，咱讲道定嘛。所以咱道之宗旨呢，在咱人的心上，就是咱的性理，以道为本体，以德来作用，吼。所以道的宗旨，认真讲，就是给咱讲这个道的内涵，在咱心上内底，咱应当爱去学习，吼，实现的这个内涵。安尼的话呢，咱才有法度甲诸佛菩萨来降道，老母牛降道，诸佛菩萨。救度众生的这个悲愿，因为这个苦心吼，借着咱来做一个桥梁吼，咱会当呢，吼够较侪人来完成，会当得到上天的一个眷顾啦吼。所以呢，咱大家来甲念一遍啦吼，咱遮唔知有人会晓台语念甲足好势无？安尼念过去会使吗？会吼，好，安尼念过去。安尼吼，好，那会当念咱就对咧念吼，念一遍咯吼，慢慢甲体会吼。好，道之宗旨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爱国忠士，敦品崇礼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和乡邻，改恶向善。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克尊是为纲常之古礼，
洗心涤虑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人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挽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好，谢谢各位真贤哈。虽然都叫我讲过啊哈，在咱人的心上，就是咱的性力，就是咱的佛性，咱的本性，咱的天性。哈、哦，认真讲，就是咱的良知良能啦哈、哦。所以讲，底下咱都要来发挥，要来了解讲，原来这个道呢，就是宇宙之间啦哈。因为道呢大，它可以弥漫六合哦，就是讲每一个所在拢有道啦哈。所以呢，处处有道，处处是道啦哈、哦。那么小就藏在我们的信天当中，所以呢，道大。好，处处都有。所以咱不听过嘛？有茶道，有吧？好，有花道哦。好、哦，有什么道？有剑道，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伊这里边展现的，就是讲每一个所在，每一个只要有道的所在，它都可以把它发挥到极致，最精华的一个展现。所以，伫咱两个心胸嘛，赶快呢。咱如果心胸有道，好、哦。咱所做出来的代志呢，咱都不会背道而驰哦。咱都是一个净灵君主，咱都是一个呢好发菩萨的一个候选人啊、哦，呈现在咱这个世间内底哦哈。所以讲，咱都爱来学习这个宗旨要甲咱讲的这个内涵哈，敬、哦、天地啦哈、哦。因为道德经有甲咱讲过哦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。道法自然啊哈，所以认真讲，这就是再一次给人讲过，其实拢是共款。所以再一摆给人证明，都就是宇宙间中间的这个万事万物的一个呢，一个理则。好，所以大家应当拢爱安尼做，安尼做就是安全，安尼做就是平安，安尼做就是超越，安尼就是。契入信天当中，行伫信行的步，这个。步伐当中啦齁。所以讲呢，咱爱来好发这个地喔，伊的厚德载物，伊的迄个包容性齁，伊迄个谦卑平和。所以呢，咱老子道德经内底要甲人讲的一个精髓，其实就是和谐这个意义。人甲人中间相处爱和谐，有无？家庭内底嘛是爱和谐齁，团体嘛是爱和谐。做什么代志，你若是和谐，所以和谐，这就是谦卑哦，就是一个礼敬，是不是安尼？哈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好发这个地，地呢，伊就是好发这个天，天安怎呢？伊就是无讲偏输啦，恁家较好个，我太阳照较济咧，哈、哦，恁家若较无好个，我得恁家拢互你落雨，绝对无可能受这个代志，是不是安尼？哈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天。他没有施造哦，哈、哦，地呢，伊嘛是赶快呐，哈，但伊拢赶快，哈、哦。那么呢，天就画这个道，道的是主人，哈、哦，处处都是有道，那依这个主人，四时春夏秋冬，每公因为这个代志，伊来改变。这个人伊来改变，没因为一定的循行的一个呢法度跟规则哈、哦，所以人人嘛是赶快，咱就来学。啊，这个天地，所以呢，咱就感觉讲，咱人是种渺小的，咱的天地共观啊，这的道理，好难，根本咱都学不了，所以咱只有呢，惭愧、感恩、感动，搁进一步来尊敬、来效法，安尼有道理吧？哈、啊，所以咱来敬天地哦，哈，来礼拜神明，因为咱知影呢，天上无无功德神啊，地。人间无无忠孝圣，所以会当呢啊，好，这个案桌上哦，诸佛菩萨因过去呢，拢是呢在生时阵，就是忠孝节义啊，所做拢是利益苍生啊，员工呢，把私我讲说到最小，以大众放到最大，来成就大家，帮助大家，所以伊拢有特地人来尊敬好法哈。哦来学习吧，哈！所以呢，咱进一步就是，咱做人的本分一定爱讲，
好、哦、爱国，因为无国家就无咱，好、哦。啊、所以没有国哪有家、哦、所以我们爱爱国，啊，咱爱尽忠，忠什么呢？咱爱忠心，咱所有所做的代志也好，咱爱负责任哦，哈、哦，啊，对咱是大人也好，对咱国家也好，对咱所诶、这个啊，咱即马咧学到受到咱的愿力也好，哈、哦，因咱的发心，咱爱有这个。念头就是讲爱改做哦，好势安尼吼，爱国忠士啊吼，啊，搁再来的，咱既然有心呢，要来更贴近这个大道的一个呢内涵，啊，来好发诸佛菩萨的时阵，咱都爱做一个有品行的人哦，吼，爱有格调，爱有品行的人吼，啊，重点呢爱。敬咱是大人啦吼，因为百善孝为先啦吼，父母呢是活神仙吼，咱孝道绝对要来伫咱的心上来进行吼，啊，重这个师尊吼，因为会当甲咱教这个师有广义，某狭义呢。孔老夫子讲吼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啦吼，所以咱的同才来对，咱的同修来对啊。如果呢啊，有人特别咱学习的吼，咱个嘛是应该学习哦，得亲像啊，甲咱开导同款。啊，搁再进步，咱伫学校来对的老师吼，这嘛是咱爱尊敬的。啊，即卖咱学得了，咱搁再搁较了解吼，咱的这个啊，这个诸佛菩萨。一代名师啊，用功再造我们生命啊，带领我们人生康庄大道的这个，我们更要感恩的啊，来啊尊敬，那么来依循哈、哦。朋友之间要有信哈、哦，啊，咱出频道哈，啊，大家和睦相处啊。今麦呢，有心要好多了解，今日就甲开始。较早呢，唔免讲个夫妇的无去啦哈、哦，就是咱给做一个。来啊、改善改善哈、哦！啊，咱呢有好诶，那么来学习哈，好、哦，咱呢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好安尼哈！啊，咱呢来听，啊嘛来讲解，哎，对这个五伦八德哈、哦，五伦八德呢，咱来加落实哈、哦、啊，做人的根本啦哈、哦，五伦咱拢知影哈、哦。那么这个啊、夫妻之间、父子之间、好、哦、朋友之间哈、哦，那么这些呢？啊，咱拢是来给实现，咱拢来给尊重。安尼，咱慢慢哪做哪做，咱心胸，咱的心内都会累积更多的小德小善，那么就可以成大德哦，哈、哦！啊，伫咱的心胸都看得到道。好、哦，归于白水圣地点的橄榄贡，人可以代表道，因为人能弘道。非道弘人，人代表道。为什么爱代表道？因为咱即马开始呢，已经学道啊、哦，啊，咱嘛有啥物来办道？啊，咱都爱呢做天人的桥梁，希望都在咱的身上起作用，人看到咱安心，知影讲对咱行绝对平安，对咱行绝对是行好咯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咱都爱把它落实哈、哦，希望在我们的身上，可以彰显这一份哈。哦长养这一份品格啊、这个涵养哈啊，来噶啊、大家好、哦、来落实，刚盖来帮助，那了盖啊都来了啊来刚盖哈，来把这个五教圣人呐、啊，好、哦、五教圣人因所谓啊，噶众生刚盖迄个根本的这个心法。根本的这个道理来给讲个清楚，好、哦，一般的宗教呢，绝对咪压香对拜啦吼。咱在讲呢，三教合一，五教同源，这个根本的大道就是救众生脱苦啊，解脱的一个大道。好、哦，那么这咱都爱个讲个清楚，阿拉嘛爱研究个清楚，阿拉才有法度呢来帮助更加济人，阿拉家己本身嘛是提升哈、哦。那么好好啊来遵守呢这个礼义廉耻啊，伊要甲咱讲个一个做人的根本的道理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哦三纲五常，好、哦，咱这个鼓励爱家发挥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代志哈。天下的道理拢同款的吼，咱发觉讲咱即卖世界吼，因为地球村啊啦，对不对？吼，日本嘛无遐远，吼，韩国嘛无遐远，欧洲敢若嘛无种远嘞，有发觉无？吼，拢大家拢听会到，看会到，
但是哦，咱就发觉讲世间拢咧变变安怎，拢咧对流行吼，唔管是日风、寒风、欧风，但是大家有发觉无？一样哦，咱这个国家未改变，五脏六腑未改变，是不是安尼？好，所以内容对流行，但是根本爱聊聊哈。啊，流行是一时的哦，根本就是永远的哈。所以讲呢，咱这个古礼哦，听讲就是古礼，但是伊是根本大理啦哈。所以咱爱来个遵行哈。圣人甲咱讲是绝对有道理的哈，因为安尼较安全哈。那么是心地理哦，因为咱讲要修身养性啦哈，对头开始，对咱的念头，对咱的内心的一个净化是最根本哈。因为咱的心念、咱的动作，拢是对咱的念头来哈，所以咱的念头慢慢安那个沉淀，跟圣人效法学习，在经典上。得到我们的启发，啊，咱来看好我们的身心哦，哈，啊，咱来了解，因为这个肉体是假嘛，哈，求得了，咱来就感恩。名师一指点，开启智慧的一把钥匙。透过三宝的研习，透过三宝的启发，我们才知道原来人有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么一个是假哦，北部生成的，啊，一个是真的呢，真的就是呢，信天来自上天，咱的这个佛性。那么假的就是会歹，假的就无永久，是不是安尼？那么真的伊就是永永远远哦，所谓的生命有尽，慧命无限，安尼生命较重要。哦，拍破啊！这里大家拢做有智慧的哈，是真的哦，所以咱都爱认真的来做哈。所以呢，啊，虽然是假，但是嘛，足重要的啦哈。因为无健康的身体啊，咱嘛无法度有这个抱负，无法度把咱的理想啊来个实现哈。啊，但是咱根本就是爱个了解，借假修真呐，爱认真的去做哈，爱是。这个真功实善，给它落实哈，安尼咱就是抓到这个要点哈，让咱将来恢复咱这个本性，这个主人，因为咱今麦是白羊大戏呢哈，老母有命啊，老母大恩大典哈，降下大道，有得要救众生脱苦哈，会当找到真正回家平安的一条路，所以呢，派作者诸佛菩萨。啊、哦，那我这个白羊，这个这个白羊的这个大戏，但这个戏吼，不管你是演什么会角色，将来戏那煞，你一定爱恢复你本来面相，对不对？啊，底下搁较要甲大家讲解，互相鼓励的，就是讲每一个人拢是这场戏的最佳男主角，每一个人拢是这场戏内底的。最佳女主角哦，所以你所遇到的一切，不管你是顺境，不管你是逆境，不管你是什么款的一个情景哦，这拢是要来给咱造就的哦，拢是要来给咱开发，拢是要来帮助咱。所以呢，咱一定要感恩，是不是安尼？感谢每一个人，感谢咱的同修，感谢一切。啊，咱生命中走过的任何一件事，任何一个人，因为都是来造就我们，造就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健康，我们的心性都可以提升，我们都可以稳健的来孝顺法贤，走在菩萨的路上。大家说这样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大家安尼做好不好？好好。安尼呢，咱就有法度帮助家己，咱的良知良能帮助别人，好，咱就做一个，好，每一个人拢可以达到一个自真、自善、自美的一个境界哦。啊，咱做别人嘛好，啊，咱做到位，别人嘛甲咱同款，拢有到位吼。安尼呢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社会就更加和谐吼。啊，这个世界就更加和平了吼。虽然咱即马看的社会、世界真正拢无工作理想。但是呢，咱拢不要紧，咱就保持咱的心，咱做咱该做，做咱会当做，做尽力甲做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冥冥当中啊，无形的一个波转，总有一天呢，就亲像呢，历代圣贤仙佛菩萨
跟咱同款哦，吼，希望每一个人人心良善，世界大同，会当来呈现伫咱的眼前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咱同款拢有这个心哦，啊有这个啊，真的慢慢这个世界大同，它就可以呈现哈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最期待的哈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后续就再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哦。诸佛菩萨弄安的啦哈，咱都要看得到的宗旨。你看哦，咱老师济公活佛也三大宏愿，其实嘛是把这个道之宗旨呢，浓缩在这个里面。所以第一呢，第三天度化众生啦哈，达本还愿。所以咱是小济公哦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咱小济公，所以咱就嘛是爱好法济公老师的三大宏愿哦，吼。那么第后天呢，就是咱结恨之时，咱所要做的赶快，哈，就是咱这个品格对吧，哈？移风易俗，实现大同世界，哈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呢孝顺法贤哦，较早圣人给咱的呢，啊，咱继续给传落去，哈，继往开来，复兴中华。固有道统的一个文化哈，这块这嘛是老师给咱交代，老师说的做哦，啊，咱嘛到底来做，安尼好不好？好哈，好，啊，你甲看哦，咱白水圣地是不是安尼给咱交代？咱道场内底呢，咱拢做了解，白水圣地不休息菩萨哈，一定拢给咱交代，我们一定要从。什么孝道开始来走哈，因为百善孝为先呐哈，那呢一个懂得孝顺的人，那么他的品格就不会太差哈，那咱得来走哈，啊，所以呢白水圣地来对嘛是赶快，就是希望讲大同世界早早来到，啊，咱就是落实道之宗旨，所有的内涵哈，咱是咪有够较清楚哈，好，搁再来哦，咱过来看一下哈。咱有修道的四门功课呢，吼，修道的四门课程，吼，咱个念一下哦，修道、品格、忍，吼，栽培功德、立志人、花好人足、成功行、破门欲裂、发现。好，谢谢各位前贤哈。所以呢，咱修道吧，同款的，咱即马有心，咱求了道，了解，原来呢，咱是上天赐予咱这个佛性啊。那么，咱嘛是了解一切道理了呢，啊，咱要来学习，要来修，要来办啊。但是修身，咱就是要把咱的品行、咱的品格、效法圣贤的步伐，那么把关注这个，好的这个。好，给它展现出来了哈，所以修道呢，品格首当其冲哦哈，愿当先哦，啊，搁再来咱得来建功立德哈，外度人啊，内培德哈，那么内外圆满啊，那哈，立志向一步一步来个走哈，啊，挥毫爱练了哈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爱做。情商达人啊吼，爱管理情绪哦，大家讲好不好？哈，这唔是讲对人咧，对咱的身体嘛同款啊吼，处理代志嘛同款啊咧，所以咱个情绪顾好些，咱的身体会较健康，安尼有了解吼，搁再来对咱修道帮助就搁较大吼，啊无一把无名火。烧片功德林哈，安尼就不一样了，对吧哈？啊，搁再来的是，修道人呢展现的是成于中，行于外哈。啊，咱呢，有礼貌，家的学习圣贤的这个路径了哈。因为呢，咱那无谦卑，咱的学无到物件哦。啊，今嘛哈，啊，够机会。这个呢，其实每一个人的根本里面呢，都是有一个真人，有一个活性，有一个天性。那么这一切呢，就是一个天性的流露。啊，虽然讲白羊弟子，咱白羊修士，咱白羊天使，咱要做的是不是都是安呢？对不对？啊，虽然今嘛都是要帮助大家找到自家的一个活性天性。啊，该用伫咱的日常内底，咱的家庭内底，哦，咱的修办道内底，安尼呢，真正是不是得世界清贫？是不是安尼？
好，诶，真善美人人生，伊就叠加也当展现啦哈。所以呢，咱老师都甲咱交代的哈，济公活佛老师呢慈悲甲咱叮咛嘱咐，伊讲哦，咱即摆有心要修道哦，咱有心要办道呢。啊，安尼呢，咱修身，咱来甲道的宗旨呢，爱用好清楚，道是啥物？为什么我要来修道？我求道了，道是啥物？我现在要来修道，我要安怎修？我学道啊，我办道，办道的意义是伫倒？好，就是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嘛，哈。虽然办道就是救人的一个志业，修道就是把它内化，给温馨的，好愈来愈好，这个过程哈。所以讲，安尼呢，咱来行这条路，才会当屹立不摇。不管时间安怎变，环境安怎变，你的修持，你的这个修道办道的这个理念，在你的心上有法度，永永远远，啊，你呢，啊。都会当来做这个该做的事哈啊利益众生的事，因为呢道真理真天命真啊哈、哦，那么这个大道普传，那么可以呢道传万国九州，这过去呢诸佛菩萨都给人讲过，先说后应。但是这个代志是三朝普渡的大事因缘哦，这个工程足大足大的吼，所以讲咱在座的足重要，因为咱今日在这个千万人当中呢，咱有求道，咱有学道，咱有来修道，尤其各位真贤，咱拢是德智班的班员，对不对？对哦，都是圣贤的候选人哦，咱拢是行在诸佛菩萨的一个路上。好、哦，所以讲，咱有重要不？好、哦，啊，自我肯定，自我掌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咱最重要的哦。咱有看到都讲吼，咱那个咱的江叔给咱带动唱善歌有无？哈、哦，哇，好喜欢个老师哈、哦，哦，唱这台语歌哈、哦，哦，老师做主编呢，做给咱听秀的，咱敢有发觉？所以呢，老师就看中我们。肯定我们，因为佛性都是平等的，人都是未来佛，都可以成就佛道哦。所以咱要有信心，阿妈爱改，好要改发挥。所以讲呢，这都是很大的工程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千万人，一人度一人，就是更多的千万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咱了解以后，在咱的心胸，在咱的行动上。咱都会用来做，所以讲老师讲咱有缘的佛祖哦，就是咱有缘有根基有使命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今年吼、哦，阿得度人诶，拢甲度一个人安尼好不好？啊，你若有度的人啊，你搁甲度一个安尼好不好？好、哦。安尼呢，咱都建功立德啦吼，内圣外王。对，福慧圆满哦，哈，安尼，哈、哦，咱都会当，亲像老师给咱祝福同款，咱都会拄到千古奇缘，那么创造美名，创造美谈，在白羊史记当中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哈、哦，所以老师讲，叫咱爱珍惜哦，啊，咱嘛真正爱个珍惜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好，啊，咱左右互相喊一声加油，好吗？来加油这里，给你的隔壁隔壁加油这里哦，好好啊，所以咱就一个圆满的掌声来个结束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各位前贤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